家家听书馆携手搜音课真诚奉献。问您一问题啊。问我吗？您父亲是说相声的，是听相声的？我爸爸不是这行人。哦，不是这行人。对了，那还好一点啊。对，今天是相声专场。哎，一场接着一场。嗯，有老的有少的。哎，挺热闹。可不吗？观众来的也不少。嗯，跟昨天比稍微的少了一点儿。啊，昨天可多。哎，这是正常现象。是，谁没点别的事儿啊？对，是不是啊？找个亲戚，哎，串个朋友，就是，嗯，忙点别的事儿，谈个生意，哎，所以有的朋友今天就没来，来不了吗？没事啊，嗯，今儿没来，下周来。哎，对，您不来，我不怪您，什么时候都成。不过人要是不来啊，啊，你倒是把票钱送来呀、啊。人不来还买票啊？你得懂得交情啊，啊，交情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啊，在这儿听相声啊，嗯，我认为是一种非常好的休闲活动。休闲？对，没有人管着您啊。哦，想怎么做怎么做啊，您随意。能喝茶？对，能吃小吃小点心啊。嗯，两边人愿意聊几句，嗯，说两句，没人拦着，可以啊。你听交响乐去，嗯，不让说话那是不行吗？得穿着西装打领带。哦，一坐仨小时，嚯，听懂听不懂也跟那儿不能动啊，受罪。是，听相声没事儿，多好啊。对啊，嗯，热热闹闹的，嗯，听完了哈哈一乐，高兴高兴。嗯，当然了啊，有人说了，我不爱听相声，不喜欢闹啊。哦，说你相声闹，台上你们跟那瞎说，嗯，台底下还有人跟着叫好。啊，叫好啊，又喊好，嗯，还有喊咦，也就是咱们这儿啊，喊什么的都有。嗯，乱是吧？不爱这样，先乱。我喜欢清静。哦，有地儿啊。哦，喜欢清静也行。有地儿。上哪儿啊？什么茶艺馆？哦，茶吧，品茶，这都行。可以来壶茶，对，自个儿坐着喝。嗯，也是一下午。那、啊、也休闲啊。当然了啊。嗯，还有的人格色，我这个地儿都嫌闹得慌。那就可以了。你是坐着喝茶，这服务小姐一会儿一续水，嗯、一会儿一续水，这闹得慌啊！这也嫌乱。还有更清静的地儿吗？还有吗？有吗？找找。有哪儿啊？这个本来是想单独告诉于谦的，单单因为什么呢？啊，于谦这人就好静不好动。是，我是嫌乱，是不是 啊？我好静，跟哪儿待着啊？啊。这跟前有人他受不了，我给你找一好地儿。行行行，听吗？我太听了，我您说了我就去。你这回算是熬出来了。哎，对对对，机场。哪儿？首都机场。飞机场啊？对，那不是更乱了吗？那个哪儿啊？那就飞机来回来去呼噜的挺响。你别上候机楼啊。那我上哪儿？跑道啊，飞机跑道上。清静啊，跑道上有摊吗？没有。有卖报的吗？跑道上哪有卖报的？有交通岗吗？没有。有烤肉串的吗？没有。有卖毛鸡蛋的吗？嗨，毛鸡蛋的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你一人啊。是啊，来一大躺椅，躺机场上。来一个白色的那塑料桌子。嗯嗯嗯，支把伞在跑道上，明白？来碗咖啡、酸梅汤之类的吧。嗯，弄张外国报纸。外国报纸懂不懂？你跟这举着，你看。哦，休闲娱乐，看腻了，报纸放下。那我看看大飞机，嗯，飞了啊。哦，哎，好，哎，这边落下来了啊。哎，又来一架。嗯，过来了啊。嗯嗯。瞧得真真的啊，越来越近哈。是啊，你漆皮都看见了、啊、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呀、啊、打这儿起，嗯，什么烦心事都没有了。是，那我就撞死了，那是没烦心事了。玩呗、啊、这么玩啊？玩呗。行了，您这主意不怎么样，多松心呢。啊，是啊，不爱玩这个有别的方法啊？您再说一个吧。蹦极去。蹦极？呵，
这是个玩意儿啊，大杆子200米，嗯，给你捆好了，哦，往下一蹦，对，底下都是水，倍儿刺激，是是是，这好，这失重的感觉多好，嗯啊，往下一来，底下都是水，碧波荡漾，你瞧着多痛快，是不是？那害怕呀，害怕怕水啊，啊，怕水，在水泥地面儿，摸摸的平平整整的，怕小孩上去踩去，嗯，来点碎玻璃碴子，哟。冲上这尖冲上啊！为了保证你的安全，嗯，200米的杆子啊，拴一500米的绳子，哎，这还保证我安全呢？这个玩呗，啊，那就摔死了，那就玩呗，啊，是不是啊？不爱玩这，有人说我们愿意出去旅游去，这就千万可别玩这个了，也挺好啊，玩好的河山，嗯，出去看一看，啊，转转可以，是不是？哪儿不是休闲娱乐呀、啊？对对对，名山大川，哎，看看这些古庙禅林，哦，心旷神怡，访名胜啊，嗯，我这儿有一个唐朝的庙，哦，咱们看看去吧，得看看看看，哎，这儿有一个宋朝的庙，好啊，啊，这儿有一个清朝的庙，都看看，挺好啊、嗯。对，当然了啊，看这个的人两种心态，哦，这也不一样吗？一种就是单纯的旅游，哦，就是玩去，哎，嗯，看看这些古迹，对。看看这些个建筑，这是一种心态。嗯，还有的人是为了烧香拜佛，哦，信这个，人家信这个，哦，一种信仰。是是，说哪个山上山尖儿7000多米高那儿有尼姑庵，爬，腾腾腾往上爬，啊，上尼姑庵烧香磕头去。哦，这也得拜一拜，虔诚啊，哦 哦, 哦，虔诚啊，是是，这个信仰是每个人都有的，对，它不一样啊，嗯。有人信佛教，对，信道教，哎，啊，信儒教的，嗯，信共产主义的，对，啊，信什么都有。是，你看谁？于谦的舅舅，我舅舅信上帝，哦，信耶稣，哎呵，挺虔诚、哦，是吗？挺虔诚，哦，老头人也好，嗯啊，什么上帝教导我们说，嗯，做好事什么的，嗯，确实是，都求善嘛。这老头没干过亏心事，是啊，对谁都很认真。您信教有好处，对，很虔诚，教人向善，包括这吃饭，我看着新鲜啊，嗯，饭来了不吃，哦，闭上眼先祈祷，感谢上帝，吃饭之前干嘛还祈祷？人就这规矩嘛，啊，就这规矩嘛，我瞧见过，哦，有一回跟外边、嗯、吃卤煮，卤煮火上，俺舅舅一进门，哎，来来两碗卤煮，嗯，吃的还不少，俩菜碟啊，赶紧来，来对，来片窝头。我来小二，来小二，挺全我弄的，还都摆好了，热气腾腾端上来啊！他闭着眼，感谢上帝赐给我的卤煮，这不是假招子吗？这不是阿门、啊。行了，谁给我端走了？没了，回来吧，回哪儿去了？您这闭什么眼睛啊？您这，我劝他啊，我说您得注意啊，啊，都闭眼，你再闭眼，哎，对。一个人闭这吃亏，是吗？给小偷留机会嘛，这不是不是啊？嗯，不管你信什么呀，嗯，这首先来说是教人做好事，那是千千万万的不要迷信，迷信千万可别迷信啊！那是现在有的人就迷信，是啊，不管你是做生意还是干嘛的，嗯，好好做，哦，别坑人，别骗人，这对、啊，脑子机灵点会有好的结果。哎，啊，有人家里供10个财神。十个财，一共供10个，铜的、铁的、泥的、木头的，哟，面的都有啊，面都有，屋里都是，全是面。做生意该赔也赔，是这个怎么说呢？这是一种美好的祝愿。嗯，财神本身是中国古代这么一个大伙编出来的人物，文财神、武财神，嗯，小说里边竟有这个。对啊，你可以当个寄托，你别指着他，耽误事儿，知道吗？财神不成，耽误事儿是吗？你说这泥做的、铜做的，嗯。什么时候叫神仙？什么时候？到家才叫神仙呢。他跟工厂的时候，他叫活儿，是吗？工人干活啊啊，都分着不一样的工作。对呀、啊，王师傅负责弄400个财神。哦，李师傅300个。哦，俩人干活累了，抽烟这还问呢，怎么聊？你那活完了吗？说活儿。哦，到商店里呢？嗯，货。哦，财神叫货了。我那提货来了吗？哦，货来了吗？叫户，嗯，非得到家才叫神仙，做好了一供一烧香，这是神仙拜嘛。当然了，磕完头之后你该干嘛干嘛去啊，你指着他耽误事儿，你磕4个头，嗯啊，让你一出门捡钱包，
里边1000块钱，那好事。你是乐了啊，丢钱包了怎么办呢？对，是不是啊？嗯嗯，人不能这样。嗯，当然了，有的人是糊涂。嗯，为什么说叫迷信呢？啊，迷迷糊糊的就信了。哦，糊涂人。比如说于谦的父亲，嗯，赵老爷子。这人哎，不，老头就糊涂，别说了，别嘿，行了，个儿不高，不是，别说了，嗯，您也糊涂了，怎么呢？我父亲啊，怎么会姓赵啊？郭老爷子，往哪儿啊？你挑一个，什么叫我挑一个？你宅，你记住，你挑，没有的，嗯，我父亲也得姓于呀、啊，也姓于哈、啊，啊，这么巧的事儿。这不是巧劲儿，这个也姓于啊，子承父姓，我继承我爸爸的姓。对对对，于老爷子，哎，于老爷子这人太有意思了。怎么逮什么信什么？哦，他也信。大伙儿不了解啊，嗯，我们爷俩私交很好。哦，我清楚这事儿。哦，可乐，太可乐了。他爸爸32岁啊，哎，就这人呐，哎，行，别说平头，知道吗？别说了啊，怎么了？你32岁，我爸爸就32岁啊。往哪儿说呀？你这是不是他有一年32岁的时候？这不谁都有的，大的有小的，32岁的时候，那年32的时候，那年信仰上发生一个危机。32岁的于老爷子那会儿啊，啊，也会说话了，也满地跑了啊。32岁才会说话呀？他早就会了，早就会了，早就会，您早说呀！啊、脑子里边乱了，逮什么信什么，屋里边到处都是神像。都是神像，各种神像、哦、全拜。走到外头，无论走到哪儿，瞧见神像就磕头。哟，一瞧这儿啊，嗯，一大泥胎，一神像，地上哪怕是刚洒的水，嗯，趴在这儿，梆梆梆磕仨头。这图什么许的呢？虔诚啊。嗯。上琉璃厂，哦，文物商店一推门，嗯，墙上挂着观音像，那都有啊。啪啪啪磕仨头，还磕，磕完送派出所去了。怎么？柜台磕碎了。嗨，轻着点啊。上人朋友家串门去啊！一进门，人这供着一个纯金的佛爷，哟，这么大个10来斤，那可值钱啊！纯金，嗯，地上刚擦完地都湿的啊！哎呦，跪这梆梆梆磕仨头，虔诚吗？走的时候啊，把这佛爷搁裤子里了。哎，偷人佛爷呀！出门上车走、啊，当铺走，嗯，这就卖了。嗯，虔诚吗？是吧？什么虔诚啊？还虔诚呢？很虔诚啊！没听说过、啊，屋里到处都是佛爷。啊，这儿供着关公，哦，这是达摩，啊，这是韦陀，全信，啊、这是拉登，哎、啊，拉登，萨达姆，不行了，啊、有供拉登、萨达姆、与唐春、杜十娘，这都有屋里了，没听说，满屋都是，满下不去脚，哦，啊，咱天天蹲在窗台上欣赏，哎，你看这没我爸爸自己的地儿了，都屋里下不去脚啊，嗯嗯下不去脚啊，信这个，信这个啊，你母亲也信，我妈呀。但是你妈信的跟你父亲这个不太一样，他们还两个教吗？你妈信的是邪教，哎，邪教，这解放初期的事了，解放初期那肯定是早了，那阵中国有这个一贯道，哟，那可害人呐，害人呐、啊、一贯害人道、啊、有这么个名啊啊啊，就是女同志信这个去，而且来说有很多骗人的地方，骗人啊，说信这个教有好处，有什么好处啊？信完之后想什么有什么，说想吃饭这就有了，啊，想喝水这就有了，嚯，想看电影啊，买票去，哎，不还得买票去吗？废话，本来就是骗人，啊、知道吗？嗯、啊，弄一帮老太太出去骗人去，哦，这叫什么呀？渡人，哦，渡人，哎，老太太出去了，嗯、啊，碰见谁了？走吧，上我们那儿入教吧。哟，把这人引渡进来，这叫渡人。哦，渡人，哎，扩大势力。哦，不白渡啊？是吗？渡一个给2块钱，啊、还要钱呢？你想啊，啊，渡一个就2块钱。哦，电焊得多少钱？哎，你这修自行车呢似的。那阵儿2块钱也是钱了。那可不吗？你想，要不给这2块钱，你后来娶媳妇哪这么些钱？哦，合着我这钱是渡来的呀？哎，都是你妈上外边骗来的、嗯、啊！当然了啊，信这个他也上当，他也上当，你母亲也上当是吗？病了、嗯、难受，上医院吧，去吧，不去，他得上这个医官道那儿去问去，你看我这病我怎么着才能好啊，是啊，啊，你得好弄啊，嗯、啊，给包了10斤香灰、嗯、10斤烧香剩下那灰，嗯，拿纸包一大堆、哦、走去回家吃去吧，啊，吃香灰呀、啊！吃香灰，骗他呀！哦，他真信，回家弄个勺㧟着吃，啊，
是当藕粉了，吃完之后肚子里不舒服，那能舒服得了吗？上厕所拉出一盒蚊子香来，啊，拉蚊子香像话吗？这不消化，那这没法消化得了，消化哪有吃那个的？就是后来也着急，嗯，又去了，你看不见好，我这不见好，我这怎么能好呢？嗯，人家好呢，啊，家走吧，家走找直系亲属，无论是谁啊，嗯，身上拉块肉吃就行了啊。吃人肉，你多狠呢，出这主意啊！啊，这道多狠呢！就是，你妈信了，这也信啊！回家来自个儿打蔫儿，嗯 啊，下得去手吗？就是，都是自己家的亲人啊。可是要不吃呢，我就好不了。信，我是吃，我是不吃呢？想想，老佛爷说的应该是错不了啊。哦，可是吃我能吃谁呢？儿子儿媳妇下不去手，嗯，就是老头子了。一辈子夫妻，嗯，我能忍心吗？就是啊，晚上全家人都睡了，嗯，你母亲站在院里边，这眼泪啊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止不住啊，不忍心，心里不是滋味啊。哎，怎么办呢？我不想这样做呀，啊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呀。你看看啊，还愁的，我也得活着呀，啊，要不然的话我怎么能继续活下去呢？这就拿刀来，端过一碗水来，嗯，哗，这是洒在刀上，哎呦，眼泪吧嗒吧嗒的，你瞧瞧，夜深了，月牙出来了，人都说月牙夕阳月老，我瘆得很啊，这还够快呢，月老他叫我提刀把人杀呀，大刀向老头子的头上砍去，嘿，就别黑了，别黑了啊，磨刀啊，半夜里头，哎，啊，我跟他们商量商量吧，还商量，一挑帘儿，嗯，你妈进来了，我身上还不错啊。大通铺，嗯，大通铺，哦，这儿躺着于谦，哦，这是我，这儿，嗯，于谦的父亲，是是，这儿，嗯，儿媳妇，哎，等会儿吧，等会儿吧，等会儿吧，等会儿，不不不，谁呢？甭看这行了，别往下说，哪一个呢？甭往下说了，甭往下说了，您记乱了，乱了，怎么了？没有这么睡的，啊，没有这么睡的。您这越说越乱，忘了忘了，有一个帘儿，哎，对，有帘儿，有个帘儿啊，把于谦隔开，把我隔开，把我隔开，说错了，这诚心吗？这不是说错说错，别往下说了，说错了啊！老太太举着刀啊，正当中是自己老头子啊，哎，还耍一大刀花。唉，真杀呀，下得去手吗？还是的，擦擦眼泪，嗯，唉，脚踏黑土地，头顶一片天，还唱一撇一捺两个人呐，啊，活在天地间，人间有正道啊，嗯，岁月有更迁，嗯，我这一刀剁了你呀，啊，嗯，夫妻恩爱过百年，还过呢，俺们一儿有啊，俺们一儿，我还一高腔呢，我说，哦，就甭高腔了，高腔呢，都这样还唱呢，可真砍，什么毛病，啊？笑死我，不忍心。你下不去手，你别老这么一惊一乍的，行不行啊？这东西要了上，哎，老头子，啊，老头子，两口子一场啊，下了狠心了，这是不行不行，哎，下不去手。对，于谦，我自己的亲生儿子，哎，能下得去手吗？是我真拿刀杀了我儿子啊，我怎么对得起他爸爸呢？嗯，他爸爸现在在云南那边呢啊。我有愧苍天，别拍了，我对不起，别拍了，怎么在云南？这不正在躺着呢吗？这个是父亲，有愧一样啊，一样，
你闹清楚了，这是不我闹清，你闹清楚了。这个父亲是父亲，爸爸是爸爸，有什么区别的？那个是生你养你的人，知道吗？这还不是我亲生的，这个有愧苍天呐！啊，这不行，这不能上。看见儿媳妇了啊？就这是外星人呢？啊，够狠！哎，小潘，我媳妇姓潘，小潘。金莲，潘金莲啊，金莲，行了行了，我媳妇怎么叫这名字呀？小名叫金莲。啊，干嘛呀？啊，这我媳妇她舅舅睡的，像话吗？我媳妇怎么这事啊？干嘛呀？还让人睡觉吗？啊，公公叫完，婆婆叫，有完吗你们？好嘛，啊，傻小子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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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得媳妇号跟着干嘛？还是傻小子，怎么着？我跟你说啊，妈有病，现在啊，哎，给你刀啊，拉块肉啊，好好跟他讲，妈妈治病啊，行，没事，好啊，好，过这儿，拉你自个儿，拉自己，可不是拉自个儿吗？媳妇真听话啊，跟大腿这咔，真够卤的，四斤多呀，拉那么些呀？老太太接过肉来，眼泪哗哗的，心疼，太肥了，别挑了啊。就这个，我看看那腿行吗？行了啊，就这个了，油大呀，这个什么油大呀？啊，就回去睡觉去吧。啊，妈妈得料理一下这个。你瞧瞧，回到厨房，嗯，洗干净了啊，搁在这儿，拿过刀来切好了。嗯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嗯，改善生活的这是。搁在碗里边，啊，弄点团粉先抓抓啊，抓好了，嗯。哎呀，怎么弄呢？啊，怎么弄呢？还是不忍心吃啊！看看表，啊，差不多了，啊，嘣，把电视打开了，看电视，出来一男的，啊，戴个眼镜，哟。那么在这次节目里呢，啊，我们来讲一下红烧肉的制作方法啊，哦，现学呀！我们首先先用团粉，行了。学做菜，学完烧这是吗？是啊，是啊，还是呢。老太太怕自个儿弄得不好吃，你知道吗？没听说过都。看看这饮食节目，知道了。过油怎么煸？怎么炒糖色啊？好，搁宽粉条，搁洋白菜，挺讲究。弄出来，嗯，啊，来一张饼，卷着都吃了。好，吃完之后没两天，喝这病啊，好了，死了，死了。这一验尸说什么狂犬病是怎么回事？这还传染呀，是怎么着？出殡这天，你媳妇哭得跟泪人似的，心疼啊，腿疼，腿疼啊，腿疼啊，四斤多肉，那可不是吗？要不说这骗人呢，这是。所以说在这儿，解释一下，嗯，人呐，不能太迷信。对，现在啊，好多伪科学的东西，嗯，很多误导的东西，千万别上当。是，我前两天我上安徽做节目去，没把我气死。您遇上什么事儿了？电视台旁边有一展厅，嗯。这都是超过高科技的东西，大展览。那科技那是好的，50块钱一张票，还不便宜。我说我看看吧，也没事啊。嗯嗯，掏50块钱进去了，都是各种仪器。哦，他说的天花乱坠，咱也弄不懂。嗯，这个仪器那个仪器。哦，正当中柜子里边有两个头盖骨。哦，这稀奇，人的头盖骨。哦，一个这么大的。哦，一个这么小的，一大一小。哎，我说这干嘛呀？哦，有讲解员过来了。讲解，啊，这个大头盖骨啊，嗯，这个是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头盖骨。哦，这大，哦，这好了不起啊！嗯嗯，这是爱因斯坦呢，啊。哦，这小的呢？这是爱因斯坦小的时候。哎，是得踹他，往死了踹他这个！你周桌子干嘛呀？这是退50块钱，快点，赶紧退他！瞎话都编不圆啊！嗯，被他给绑点了啊！说实在，把我气死了，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？瞎话都没编圆啊！太可气了啊！今儿中午来又遇一个，走门口这儿有一女的，中年妇女，50来岁，一脸的泥，头发都立着，哎呦，抱着一孩子喊我，哎，大哥，过来过来，叫你，我看你有股财运，我指你条明路吧。哈，我说法律要不管，我早打死你了，是吧？有明路你自己还不去，就长那模样啊！啊，给人洗干净跟于谦似的，我告诉你吧。啊，没听说过，就说这意思。啊，大伙儿把眼睛擦亮了，千千万万别信这个，别上当。话虽如此啊，嗯，在民间这种事儿还少不了。民间有吗？还有，有病不看病。嗯，找门口那假大夫，
找一什么三仙姑之类的，哦，你看他能明白得了吗？也是。还有那更糊涂的了，嗯，老人不行了，找这种给你借寿，打个欠条借寿，借三十年寿，这也行，啊，借谁谁谁借三十年寿，你多缺德这玩意儿啊！胡说八道，本来胡说嘛，啊，有人就信这个，还有这个说过两天泰山奶奶啊要做寿，嗯，啊，完事你们大伙儿去买点东西，嗯，买一箱什么酸奶啊，买鸡鸭鱼肉，买茅台酒，这是泰山奶奶，啊，这泰山奶奶，你见过哪个神仙坐在上面叼着烟，攥着酒瓶子？嗨，啊，这黑社会的这是 啊，所以说大伙儿千万别信，嗯，但是民间这个事儿不少。哦，甚至还有跳大神的，跳神儿现在少了，没有了。家里边觉得不干净了，嗯，找几个人来跟这儿连扭带跳的，对吧？请仙儿给你钱，嗯，都是骗人。哦，都是骗人。城市少一些，现在没有城市，哎，农村有，各地的风格还不一样，是吗？我觉着啊，在所有跳神的这人里边，嗯，最有艺术性的就是东北的。怎么还有艺术性？东北跳大神啊，啊，抛开这些迷信色彩之后，嗯。他这个唱腔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民间曲调，还是民间曲调，唱的那好听啊，还好听，就算不跳神你让他唱一晚上都值。是啊，好听，这什么个味儿呢？腔也好听啊， 啊，你看，哎，打起鼓，哎，不是，这不是，这是跳神的曲子吗？这个这是新货郎，这是还是呢吗？这不是，这不是，这不是啊，嗯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，日落西山的黑了天呐，哎哎哎呀的啷当一当当当当当地个啷当的里个隆地咚，日落西山黑了天，家家户户把门关，几岁老官三林奔，家桥铺个奔方言，十家上了九家锁，还有一家门没关，五爪金的龙归北海，千年王八回沙滩，叫声老仙请听言，分起了大香把事儿办呐，哎哎哎呀左手拿起温王鼓，右手拿起赶仙鞭，鼓也不叫鼓，鞭也不叫鞭，鱼皮鼓柳木拳，奔着砍抱着远，还有这横三竖四八根弦，四根朝北四根朝南，四根朝北安天下，四根朝南定江山，还有这千坎跟阵顺利坤顿修成上座江色江台，八个大铜钱呐，哎哎哎呀，噔噔噔当当里盖隆地咚，哎，叫老仙儿听众唱，或是灰或是黄，或是鬼或是长，或是哪吒三太子，或是李靖屠了天王啊，九曜星空当空照，青龙白虎列两旁啊，要想家财得兴旺，各位，除非把于谦他们家的卧室，嗯，就改成茅房吧，哎哎哎呀！别唱了。感谢朋友们对我们的鼓励。是这个相声来说呢，就是从民间而来，嗯，好多东西都是从社会上底层搜集出来的，哎，放到舞台上就是表演的节目，来自于民间啊。我们通过研究发现，相声演员里边岁数大的可是不少，可不吗？很多老先生很长寿，嗯，范振钰先生啊，78岁了，长寿，头发都是黑的，对啊，牙也是真的，嗯，别看一天抽5盒烟。不咳嗽不喘没有痰，身体好，这是个奇迹。对，金文生金先生，金先生74岁高龄，嗯，做了一心脏搭桥手术，哟，3天就下地了，而且到现在能搬朝天凳，这童子功啊，这你这啊，嗯，我估计啊，这个跟演员心情开朗有关系，有大关系，是不是啊？对对对，有的时候我们爱跟这个长寿的老人们一块聊天，是吗？问问人家的养生之道。哦，我前些日子去合肥的时候，嗯，我遇见仨老头，仨老头感触颇深。哦，合肥那个，嗯，有一趟街，有街心花园，哦，石凳子上坐着3位老爷子，嘿，一个比一个看着岁数大。头一位这个，嗯，这白胡子呀，都到这儿了。哎呦，头发一根都不掉，满脑袋头发，呵，梳得整整齐齐的，银发。满脸红光，嗯，坐在这儿揉着大铁球，咣当咣当咣当揉着铁球。咱们问问吧，问吧，老爷子，您挺好的，嗯，挺好啊，
气量还满足。听人家气的挺好啊啊，小伙子，嘿，老爷子，您今年高寿啊？问问，还小呢。好，八十一。嚯，八十一，八十一了。八十一能这样？哎呀，正说着，老头掏出俩铁蚕豆来。嗯，你这不是显摆吗？这不是？你说这玩意儿啊啊！曹云金现在吃炖豆腐都费劲了啊！这不怎么样啊？这个，那老爷子这铁蚕豆，咔嚓咔嚓咔嚓，有意思。哎呀，好，老爷子，我得跟您小小啊，嗯，你怎么能这么长寿？您得介绍一下怎么长寿。嗯，简单，我就是一天呢吃仨苹果。哦，水果，我从二十岁坚持啊，到现在，你看每天啊仨苹果吃。咱们真不知道，说这吃苹果能长寿，也没有这么坚持的。好，嗯，再瞧第二位老爷子，哦，胡子比那个长半尺，就到这儿，到这儿，嗯，呵，小脸蛋红扑扑的，你瞧瞧，看着岁数比刚才那老爷子大。哦，我说这老爷子，嗯，您今年高寿？还小。哦，九十四岁。哎呦，比那位还大十多岁。九十四，老神仙呐。是啊。您这养生之道什么呀？嗯，早起，嗯，早晨四点围着门口跑十圈。哦，锻炼，跑十圈跑步。我说您这是坚持多少年了？嗯，我这我大十岁就这样，坚持八十多年了，不服不行。是，再瞧第三位，嗯，看着比这两位岁数还大。哟，我估计这意思啊，嗯，得大个十来岁。脸上皱纹看着深，一百多了。哎，皱纹一道挨一道的。嗯，嚯，我这老爷子，嗯，我说您这养生之道是什么呀？问问吧。我呀，嗯，我就是多交女朋友。哎，这是什么道啊？我一般呢，一个礼拜呀，啊，换四个女朋友，还够勤的啊。换四个女朋友，嗯啊，也待不长，睡两天呢就让她走。睡两天就让他走，花老头。我这是坚持多少时间？呼，老爷子，这也是个办法。嗯，您今年高寿啊？问问，三十二。啊，这个说相声都是编的。哎，刚才这也不是真的，刚才这有三十二的人在这儿。说个于谦的事儿吧。再别说我的事儿。演员说这些故事从哪儿来呢？嗯，就是有时候出去玩去啊，同行之间互相念叨。哎，有的是我们外边遇见的真事儿，是有的时候真事儿挺可乐。我们前些日子那个，我跟谦哥我们出去上外边演出去啊，就是北京近郊有一个朋友有钱，哦，搞养殖的，养殖场，什么奶牛啊，什么元宝鸡，哎啊，挺挣钱，挺挣钱，是什么马呀、驴呀、什么猪啊，他都养，什么都有，占地好就好几十亩，大了去了，发了财了，嗯，没想到是养这个人都能挣钱，是年下了，请我们大伙儿来演出玩去，热闹热闹，嗯，我们一帮演员都去了，嗯啊，演完了，吃饱了喝足没事了，嗯，说跟这养殖场里边看看吧，嗯，转悠转悠吧，啊，看看各种的牛啊。什么样都有，黑白花的，有奶牛，有黄牛，不一样。大伙都跟着看。谦儿哥好问啊，我是问，我这个人就无所谓，看就看。嗯，他嘴勤勤，他问。对，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这怎么回事？得扫听清楚了。让人给讲讲。这老板有问必答。哦，哎，有问必答，这怎么回事？得讲。哎，问来问去，哎，说刚才这几个牛我明白，这个牛怎么回事？这牛跟那个牛都各种犄角都有，这个牛它为什么没有犄角呢？老板说了啊，这个脚啊，它有的是在出生的过程当中啊，它这个先天性的，它没有脚。对，也有的是后天的过程当中，他们也打架，就撞掉了。那这个为什么没脚呢？嗯，这是头驴。哎，也没有我这么糊涂的。是驴，啊，你仔细看看，跟那边那黑白花的不一样。甭仔细看了，甭仔细看了。他仔细看了看，嗯，哎，是像驴啊，是像驴。什么叫像驴啊？前面来吧，嗯，前面到养猪的地方了。正好赶上几老母猪下小猪，呵，就这么大个，什么东西都小的时候可爱，对，越小看着好玩，跟娃娃似的。嗯，呼，他高兴了，嗯，过去抱几小猪，嗯啊，还喊着来照张相，照张相，照相呗。人家这个养殖场人带着摄像的了，嗯，摄影的，夸夸夸照了几张。嗯，过了几天洗出来了，呵，一帮小猪，好几十个小猪，嗯，
跟于师哥这搂着照张相，嘿嘿啊，挺好，多有意思啊！人家内部有一个刊物，每月都出一批，每月出一个，嗯，哎，就写上了春节前请演员们来演出，哦，发几张照片，其中有这张就是于师哥跟猪照的这个，好看，开始写上，嗯，于谦与猪，这名儿不合适，哎，改了，嗯，猪与于谦儿。也不行，那差不多。想半天，最后人老板啊，给出一主意，这太好了，这主意。写什么呀？左起第四位是于谦儿。别说了。感谢朋友们啊，这个相声都是编的。嗯。刚才这是真的。也是编的。有时候赶紧说吧，有时候说外人不合适啊，说外人不合适，就是说自己人呢，我们心里还平衡一点。哎，对，那就说我呗。啊、而且后台好多事儿确实挺可乐啊啊！我曾经介绍过范先生那小女儿，大家都知道啊、哦，挺丑的那姑娘，哎，那行老哦，小的行老，嗯，二的挺好，仨姑娘嘛，嗯，二姑娘，我们那二姐不错，是吗？说话呀、办事啊、待人接物都好，嗯，就是一样，眼神不好。哦，眼睛范先生眼神就不好。嗯，大伙儿有清楚的，高英培、范志毅两位老先生，嗯，跟台上说相声，为什么这么火爆呢？嗯，这跟演员的心理条件有关系。是吗？演员跟台正说着，夸一推门，进了一帮相声界的前辈坐底下。哦，你多大的演员跟台上那心虚？哎呦，难得他们来了、啊，咱们可别说坏了。对，唯独高英培、范志毅没这个现象。他们不怕。马三立马先生、侯宝林侯先生坐底下，俩人一样，照该怎么折腾怎么折腾。心态好。也不是，他们俩人是深度近视眼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不见，我问过他们，确实说、啊、说就连第一排的都看不见，哇、啊、底下架着迫击炮他都不知道，好家伙，所以两个人的艺术表现力非常的好在这儿的啊。这二姐呢、嗯、范振玉这二姑娘呢，随老头这眼睛也这样，也近视眼，哦，近视眼。那个前些年没结婚的时候挺苦恼，哦，因为什么呢，这姑娘哪儿都好，长得也不寒碜、嗯、哎，像范先生那个那刀条子握过鞋娃子脸，嗯，这还不寒碜呢，这他白净啊，长得没这么白净的了，不黑，特别白，哦，白癜风你知道吗？白癜风啊，白净着呢，那是白净，白净着、就是眼神不好、嗯、说一个吹一个，说一个吹一个，谁给介绍对象都成不了，那可不吗、啊、见了十个，你看黄了二十来个了都、嗯、没听说过哎，最后找一合适的、啊、结婚了、哦、旅行结婚挺高兴，俩人挎着上海南玩去了，一去有这么二十来天，回来了，一进门挺高兴，哎呀，可累死我了，把包扔这儿了啊！这范师娘把范先生揽过来了，你赶紧带姑娘看眼睛去吧啊！回来这个跟走的那不是一人啊！感谢朋友们的鼓励啊！刚才说的那大段叫跳大神儿，对，啊，这个不是传统节目，嗯，是我们自己瞎编的，现改的啊，这是从生活当中发现的，生活中这种事儿还确实是不少，嗯，确实不少，有迷信，但是说于谦的父亲，啊，这个叔没这些事儿啊，您可别信这个。假的，哎，别当真。对，那个老爷子说这个神像那个神像，他不信，不信，不拜，他就信关公。这不还是信吗？不一样啊。啊，什么别的神仙，别的什么这些东西流派的东西，他不信、啊，他唯独信关二爷。哦，关老爷。我问过他。是吗？屋里边墙上挂着，亘古一人，忠义千秋。这说关公啊，这老爷那看书。哦。啊，塑像也是，关二爷是看着书。两边关平周仓，嘿，别的他不信，就关公跟谁说话起誓也是，我告诉你，我冲关二爷起誓，我不能说谎，真好，口里口外特别的尊敬关二爷，亘古一人嘛，崇拜关二爷。对，我们爷俩聊过，啊，我说老爷子，你为什么这么尊敬关羽呀、啊？呸，怎么了这是？你敢说名字？我说这我不知道啊，啊，我也不懂，这我不知道有什么规矩吗？啊，先漱口。给我杯水，哟，吓我一跳。嗯，老爷子、啊，您怎么这么尊敬关羽呢？呸！我爸爸什么毛病？这是说关二爷，我、哦、还得来一回。嗯、费了劲了，老爷子、啊，您为什么这么尊敬关二爷呢？啊、等着，我先漱漱口。嗯，毛病，不会。啊，问吧，说说吧。
老爷子，嗯，您为什么这么尊敬关二爷？什么原因？为什么尊敬关二爷？啊，压中医，这是尊敬吗？尊敬的。这多好，这是吧？哎，这不是我爸爸，哎，这是我兄弟。嗯，没有这么吝的，没有这么吝的。开个玩笑，哎，开个玩笑。嗯，这些日子呢，张先生又歇了，啊，有身体欠佳，就欠佳，这个没有办法。老爷子前去年吧，嗯，还动过一回大手术，对，食道上长了一个小瘤子，嗯，这个也是无意中得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大前年吧，正月十五演出，嗯，张文顺、何云伟，还有张文良，嗯，提张文良啊，可能当初看过广德楼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观众还有印象。较早了，一个大土老头戴个眼镜，艺名叫张文良，本名叫查良谢。哦，他跟金庸是堂兄弟。金庸？哎，金庸，香港金庸大作家。哎，叫查良镛。哦，查良镛的父亲和查良谢的父亲是亲兄弟。啊，那个在香港大作家，对，这个在北京给何云伟捧哏，一天一地，一天一地，这是真事儿。嗯，有见过的，跟金庸长得一模一样，是吧？是。以后排相声剧文章会的时候，嗯，可以拿他那相片冒充一下金庸。哈哈，就这么冒充。那年他们爷几个演出，啊，正月十五后台前台给后台送元宵，张先生吃了元宵，嗯，馅儿太烫，一下把这个食道里边有个地方给烫破了。哟，破了之后一直没有恢复，溃疡了。嗯，到最后这点地方慢慢慢慢的，嗯，长了一个就是食道癌啊。哎呦，还是恶性的。哎，他说好像良性的，良性的。哦，后来做手术，做手术之后呢康复了，但是抵抗力下降。当时做完手术的时候也挺可乐，说良心话，说相声跟别人都不一样。怎么是吧？做手术，做这食道，做完之后出来，这都缠着药条，嗯，啊，棉花条。老头说我这儿没事，我这儿身上一点都不疼。哦，啊，我就纳闷为什么我嗓子这么疼。嗓子就问这个大夫，大夫问你一下，食道跟嗓子没有关系，为什么做食道的手术嗓子会剧痛呢？嗯，大夫脸都红了，你别问了，你别问了，别问了。嗯，不行，我必须要问。您得说说。 你跟我说为什么我嗓子疼呢？嗯，给你做手术那天呢，嗯，我们医学院的很多学生啊来参观学习来，知道吗？而且你来说，著名演员张文顺，嗯，我很紧张，我真怕出错。没想到啊，我跟着手术后边站着好几十个学生，嗯，那天我手也不哆嗦，嗯，脑子也异常清晰，无论是怎么开、怎么切、怎么缝，嗯，做得很顺利。好，四个小时手术，一个小时我就完成了，很顺利。所有的学生很崇拜我，热烈鼓掌。嗯，我是实在驳不开面子，他们让我再来一次，我翻了个场，把扁条线拉了。这也翻场啊？